出去！不是，说了不让你来，你非要来。放出去！放出去！自那日目睹城阳侯府血流成河后，淳于氏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见了人只会扑上来撕咬，根本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他疯了？怎么会这么巧？我今日来是来解心中疑惑的。我见过淳于氏也灵异相处，并不是恩爱夫妻，既不恩爱，为何灵异要冒着骂名娶淳于氏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淳于氏抓住了灵异把柄，所以灵异才不得不娶她？淳于氏，灵异已死，若你肯交代事情，圣上或许会网开一面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死了？死了？他真的死了？他死了。身首异处，圣上下令葬身乱坟岗，无人送终。你呢？想活吗？我想活，我想活。他已经疯了。把门打开。他已经疯了。我让你把门打开。开门。是。你可知以当年为何消产？我们问过你府中的管家，他说林毅常年在饮食里加了一味药，那味药多年饮用便会终身不愈。你以为你藏着他与彭坤副将勾结的那些证据，便可以高枕无忧地做陈阳侯夫人了吗？林毅这种奸诈小人怎会甘心被你威胁？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此生无依无靠，孤寡终生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被他拿捏，也再无底气威胁他。算了，既然你是疯了，多说也是无益。不过疯了也好，知道真相之后也不必这么痛苦。你们就父子二人团聚吧，我也要为自己另寻个出路了。将这尊神像送到三才观，交给汝阳王妃，你就跟他说，这是我亲手塑的神像，侯爷即将五十大寿了，请老王妃
供奉神像，为侯爷祈福。三才观呢？女娲娘娘，你要保佑我，求你让我生下灵儿，不要让我再孤独、孤苦无依了。三才观的女娲娘娘。女娲娘娘，你说，他到底是真佛还是假佛？无论真假，如今他想活着，就只能是真佛。霍夫人受过的苦楚，他全都该受一遍。这就是因果循环，这就是报应。那我们现在去三才观，传音室的证据应该藏在那儿。他最近定是给汝阳王妃送过礼。